我是 Eva 刘，生活在美丽的海滨。房产买卖不仅是我的专业，更是我的热爱。我会带您密切关注市场动向，分享洛杉矶、橙县和圣地亚哥最有价值的房产投资买卖项目。我将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，并分享我们的独家信息，包括各类新上市房屋、购房渠道、室内设计师服务等。如果您考虑在最美南加州海滨城市购房、置业、生活的话，请持续关注我哦。今天我要带您来看的是2022全新建造在橙县最南端城市圣克莱门特的一座设计师别墅，505 Audrey LaLine San Clement CA92672， 390万美元，45卫，4000英尺。这座在圣克莱门特西南的住宅，每一寸都经过精心建造，将沿海魅力与现代奢华完美融合。这座全新建筑于2022年秋季竣工，拥有豪华的内饰、海景，并且距离里维埃拉海滩和莱斯利公园仅几分钟路程。车库门的造型极具线条感，整个外墙使用了3种材料，不同的色调看起来大气有特色。一个现代的8英尺单门入口门展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户型及一个巨大的屋顶平台，拥有令人惊叹的海洋和卡塔利纳岛景观。进入这栋3层房屋，沿海现代风格随处可见，进门就是客厅，和餐厅厨房完美融合。在厨房既能享受美丽的海景，客厅旁边巨大的推拉门实现 Living on the Deck 现代设计理念。一楼有一个套房带洗手间和步入衣帽间，2楼卧室空间宽敞带取暖壁炉，负一楼2间客房带食用水槽的洗衣房。作为一个开放空间，生活餐厅、客厅与厨房无缝衔接。厨房采用白色设计，奢华厨房的岛台，专业级 Samando 冰箱和灶台电器，在这里做饭是不是一种享受？拥有无限海景的阳台带来精神和心灵的放松。住宅的屋顶平台很大，在这里和朋友相聚，享用美酒晚餐，眺望美丽的太平洋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完美？其他亮点包括自有太阳能系统、带环氧树脂涂层地板的2车位车库和低维护费用的景观。可以看得到我身后呢，就是美丽的圣克莱门特高尔夫球场，然后5号公路就是在高尔夫球场的边上，看到那一片波光粼粼吗？就是美丽的太平洋。